老师，你的声音有一点点催眠。啊？要换个语音包。修改了说话方式。爱是同学。咦？学完这些再睡觉。啊！我脑子装不下了。技多不压身，我都是为你好。起床啦！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赛吉，赛吉，你醒醒啊！对不起，我不该让你脑子装那么多东西。扩大视力范围。新版本好难受，咋加油换回原版？上学不准带零食，交出来！信。买的零食损失险省效了，这包辣条赔给您。交出来！省效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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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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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试不及格，保险不及格，驾驶服。我来买一份。胖达100，赛季90，瑞比90，阿达80分。这次大家都考得很好。试卷好简单，不及格险白买啦。就是，根本用不到。49，加10分还是不及格。我买了5份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节课上数学。发动体育课险。当体育课备战时，可以获得单节体育课。赛吉，分我一节吧。我想当体育课。我下次要买体育课险。不许吃零食。吃这个可以加一点智力。嗯，那多买点。嘿嘿，地瓜不快，饿快，地瓜不快，饿快，地瓜不快，这比巧克力划算多啦。借我玩玩。魔方要智力250。我的笔给你加属性，加属性，笔记借你，借你！小花，跟我在一起吧！加100智力的戒指，戴上直接变学霸！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分手！把戒指还我！吃葡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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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卡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怪老师，你被限速了。数学老师卡了，这节上体育。我。跑最快的当体育委员，预备！别别别，追不上我！不好，赛季大王啊！用我的50去无限王！
五十句好快。这些全是考试重点，统统记下来。你们晚点再下载，别耽误网速。知识太多了，今天怎么可能下载得完？回家再复习就破产了。交作业。还差五本。首付可以吗？他的作业我来付。老板大气，有一千步就能换一本数学作业。啊！换二十本作业。数学作业不值太多，已经贬值了。现在28200步可以换20000本。我又申请学渣助学贷款。嗯，好吧，今年的作业都给你。你这个月的作业我包了，陪我出去玩。我也要。鉴于你还不起助学贷款，为你进行破产清算。我错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写作业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硬件老化了，我马上给他升级。下课。电玩假牙可用了无敌技术，一节课只要10分钟就能上完。给语文老师也装一个。我想换个温柔的老师。没问题。啊，老师好漂亮。把潘老师也换成美女吧。听老师很享受七天无理由兑换，潘老师已经教你3年了。卖家秀和食物不一样。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。我不听。哎，假一杯送你10个数学老师。我不要当数学了。熊老师又生病了。病还没好吗？体育老师体质太差了，一直生病。不错，我们家的体育老师真棍底下训练出来的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学上英文。你怎么诋毁我们的体育老师？你真是不当商业竞争，我要告你。午饭就靠你们啦！时间到！哦，这些够吃3天了。题目太难了，我没办法。什么都指望不上哦，亲自考。汉堡套餐，分数太高了，省点花吧。哼哼，成绩刚下来，分数有的是。卷子改错了，总分还差30。卷子来了！快做
快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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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坐。老师，出题卷子吧。我这个暑假还没吃饭。快进来，我边出题，你们边做。厨魂太乱了，让学霸先做。中后筹备出师表。不筹备了，快把头缩回去。快快快，跟上！等我。庄子呢？才去碰到你们在哪？下雨不愁，人家有伞，我有大头。老师快生病了，下节课上数学，一定要保住体育课。我家的猫生了。改上语文。这道题，庄子，你来回答。一天二十万句都能讲完。三姐，你来回答。你还有三句，别装了，快回答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是故意把话说完的吧？数学课啦，我好累。放心，派老师一直抢课，已经把说话量用完了。这样派老师就不能讲课啦。哦呦呦！哈哈哈！我早就把上课内容提前弄好了。今天能说20句话，玩游戏说18句话。直到十次扣500，考什么及格？再扣500，祝王子本月工资归零，零块。哦，这个月的课白上了。哼哼，这个月您抢了6节体育课，需要补发6节课的工资。哼。成绩第一，超完整作业，数学竞赛，工资一共28200。哇！蔡老师，讲完卷子再走吧。我还想听您讲课。大家好好学，为师好欣慰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皮不吐葡萄。不早了，大家回家吃饭吧。您一共做课3小时，全班10个人就是30小时，等于40节课，加班费一共4000。老师，出来上课。老师们罚
不起公子，你们选自习吧。我们都自习半年了。跑路啦，公司还没给呢。我的工资也没给嘛。祝王子差点红包了！开门，开门，二舅有套房要送你。嘘，没在家，明天再来吧。偷偷藏起来装穷。我就不信没坑位。原来是你埋的，全部带走。这些不是我的，我还没埋。哎呦，有人在送钱，大家小心。爪子，你又在送钱。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，我愿意分担猪王子的财产。我也愿意。本卡到账28200。嗨，被我逮到了！人赃并获，这片豪宅都罚给你们住。对不起，我爱你们。把手放下。够强的作业，48200克。勤奋，你们想被退学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没有勤奋。我们在检阅昨天布置的作业。哎呀，这些神经退，成功的拒绝，我收所有数学卡，来上地狱。这首诗表达作者什么心情？快下课了，我直接讲吧。我真的会写表达的作者，因为被盗号而产生的 emo 之情，以及对网络世界的无奈。你敢多课0.01秒？以后每节课提前40分钟下课，都给我走。体育课是让你们放松的，再让我看到谁勤奋，回家睡一周。你出去什么歌？去给我一只。不要。求求你了！ Yes, 埃及练习英语听力未遂，除以3天的有期休息。我要学习。对不起。我要新款期末练习卷。没货。这里有一张哎。是给贵宾留的。哎呀，数学课代表来了，您坐。准备期末考的话，推荐您看这款呢。这是2018年的旧款，现在流行复古风啦，老款题目大概率会再考啦。还差200哦。我不要后面的答案。我们这里不讲价的。我只想期末考好一点。Peter， 有没有考试重点？这套卷子全是党记的流行题，重点都是纯手工画上去的，特别适合你这种临时抱佛脚的。全包起来吧。组做第一题，3、4组做第二题。我先写。这节课让大家写作业，限时30分钟，没写完就爆炸。谁能帮帮我？我作业不会写。都快下课啦，怎么还是空白啦？我来教你。
子水又没按时完成作业。咦，我的作业呢？妈妈，快帮我找作业，八点没写完就爆炸了。现在都7:59了，快抛下。8点了。咦，太好了，作业没在家里。是谁把作业拿在教室？先写作业，要是炸了，我跟你没完。知道啦，轻松搞定。第二十二题做了好久，不是只有20道题吗？不好啊，大家都要露馅了一面。赛琪，快跑！不可能写完的。你们先走，这道题我一定要解出来。我想不开啊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后面有答案吧？我的答案被谁撕啊？这节课抄背课文。糟啦，不会背。装死，别装死！三七，你被装着去医务室，其他人继续抄背。给你做窗帘，好好考试。老师，窗帘有洞。不晒就行了，赶紧考试。不会错，随便填填吧。这是大自然的提示。猪王子带病考试还拿满分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当佩哥。怎么只有猪王子在热身，其他人让操场跑两圈。